才十岁不到，他顶多十二十三岁啊、嗯、然后这个菜刀就变成 一把很大的刀一样啊、嗯、在那边转转转转转到自己头晕了，都不知道转到哪里去，转到我脸上来了、嗯、这个疤没有去，你没有想要修补过？也我脸太多东西要修补了就是那个刀子下来的那幕记得很清楚。你脸颊上的这个刀痕是哥哥？不是我哥哥，是我堂兄。是堂哥是不是？几岁时候弄出来的？七八岁吧，不到十岁的时候，我记得。丢小刀。那一幕我记得很清楚，年纪不记得不太清楚了。那一幕是什么样子？那一幕就是那个刀子下来的那一幕，记得很清楚。可是，你那时候玩什么？玩丢针的刀子？他没有玩，我是坐在那边哦、嗯，我真的这样坐在身边、嗯。他是玩菜刀。你那时候流行玩菜刀吗？没有流行，他自己流行而已。结果就飞出来砍到你吗？他不是他，因为他拿着一个菜刀，他也他才到我到我三岁吧。是，三岁其实没有很大嘛。对，我才十岁不到，他顶多十二十三岁、嗯，然后这个菜刀就变成一把很大的刀一样，在那边转转转转转，他自己头晕了，都不知道转到哪里去，转到我脸上来而已。是。我也比较笨了、啊，所以这个疤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在了。对对 对，那时候你妈妈很紧张，好怕她，是她把你送到医院去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嗯，她把我抱着到车上，要抱到医院去。嗯，那有没有打你堂哥？没有，我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子。我堂哥是独子，他比较任性一点，哦、那个时候所以比较受宠。是那时候。所以他砍了你也没话讲，就被砍。对啊，嗯哼，这个疤没有去，你没有想要修补过？也，我脸太多东西要修补了，所以真的要修补的话，实在太多东西要修补，所以是结算。嗯，可那时候妈妈会觉得破相了吗？小时候我们也没有说要耍帅啊什么东西的，妈妈他们就是我们那个时候。整个社会哦，其实整个社会都是很，就是很，大家都会很困难这样子。对，那所以大家对这个事情看得很轻。啊，我觉得当你饭还没吃饱的时候，谁管你长不漂亮，就变成很次要的东西。是。